一条河，一片郡道，两座山，一方地，几群人，延绵时代。如今的车水马龙，喧嚣，好似往日干漠中的甘泉穿梭。朝夕忙碌的城市白宫，驻足聆听，其实谁都能解忧。重叹似新奇且熟悉的，那是什么？博物馆是日常吗？典藏最珍贵的又是什么呢？停下来吧，让看似无助的你我在城南重逢。